你们觉得一台豪华混动车应该是什么样子？这次呢，我参加了懂车帝的德国重测活动。对，没错，在德国，我特意挑了台沃尔沃 XC60 插电混动，还跑了德国的不限速高速。你们猜，不限速的情况下，这台车到底能够跑多快呢 ？Go go go go， 继续，170，我的天，还在加速，180，哇，190，我的天！哇，我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快，190公里每小时，这还是被电子限速的。实际上呢，我觉得跑到230以上肯定是没问题。时速160公里每小时，再加速的时候，它还是很有劲的。沃尔沃这一套插电混动其实厉害的地方，它的 2.0T 的发动机就有310匹马力，再加上 P1 加 P4 电机，5秒左右破百，后段的加速很猛，性能很强，我觉得这块优势比较明显的。而且沃尔沃 XC60 插电混动开起来还是那种很典型的欧洲车的操控，性能强，操控好。那再说纯电续航，官方的 WLTC 工况呢是64公里，我们在德国的城市道路实际开下来，实际能够跑到70多公里，比官方的数据还要更长一些。当然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可能没有现在很多国产新能源那么长，但说实话城市出行是完全 OK 的。综合油耗低电量的情况下，百公里大概是6到7升，满油满电的情况下，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000多公里，可油可电，性能强悍，续航实在，再加上沃尔沃的安全和操控，所以这台车是没有什么短板的，产品力很全面。而且现在的终端有大幅度的优惠，说实话豪华混动里面沃尔沃 XC60 插混的性价比真的是挺高的。